天都未光，本港市区气温在10度左右，已经有人无惧寒风来到红磡海边游水。冻唔冻啊？今日啲水都冻。几点开始游啊？5:30。游咗几耐啊？都45分钟啊，冻过平时啊。哦，你系咪日日都嚟噶？日日都嚟。风雨不改系嘛？风雨不改。哦。在强烈冬季季候风影响下，星期一本港的气温打破今年入冬以来最低，大埔和打鼓岭早上只是录得7度，寒冷天气下天色阴暗，街上的市民都着多了衫。我们看回大范围的卫星云图，可以看到跟高空扰动相关的一些云带今天是覆盖住华南沿岸的。咁我哋睇翻一啲雷达图就可以见到啊，由寻晚至到今朝啦，不时咧都有啲雨区咧系掠过本港，为我哋带嚟一啲多云有雨嘅天气噶。咁我哋睇翻今日嘅雨量图就可以见到啊，其实咧各区咧都录得几毫米嘅雨量记录噶啦。政府话寒冷天气容易引起或加剧疾病，提醒长者同长期病患者应该特别小心。预计星期二朝早天气仍然寒冷，日间天晴同干燥。未来几日气温回升，但是早晚天气仍然清凉，最低气温大约14度。东网记者李成德报道。